我叫 Tony， 我是火锅行业在卡达林加亚。我是从 Facebook 看到的，然后我也有联络了你们的工作人员，然后我引进来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 syrup 啊，还是那些珍珠之类的，都很好，也很有礼貌。他介绍的东西全部都很清楚、很仔细，也有帮助到我想要的找的东西。会推荐给我朋友，因为服务真的很好，而且也可以帮助到我们想要做新的产品啊，还是新的 SOP 这样。